就对了。在这样的一个中秋节，大家一起尖叫，再大声一点。对，就是那一句谢金燕你好漂亮那一句，再大声一点。谢谢，好开心跟大家一起赏月。嗨，这时候许愿好像很有用哈。我刚才走过来，有一个阿公看到我，很开心。谢谢，我很正。谢谢，好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带来这首歌，送给一级棒的你们。